我是米凯拉，一起来体验世界上最酷炫的工作吧！你知道气象主播怎么播报新闻吗？只要贴上感应器，就能让卡通人物动起来。还有许多想象不到的职业，我决定要一一去挑战。想把 Baby Boss 搬到我的工作室，完成体验之旅。太空人、机器人、工程师，还有冰淇淋制作师，都在等着你。未来职业就在达文西频道。